恒哥今天情人节来到了纽约周围的六星靶场。哎，这边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，一上来先要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，让我们看一大堆这个生死状。好几页好几页。签完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到前台拿上自己的 photo ID 就可以办这个会员卡了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赶紧给关键部分打个码。这厕所都显得非常的有力量啊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手续办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靶场准备啦。看，这个就是靶场前面，后面就是正在靶场里面的顾客。有一哥们看着好厉害，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。哥们确实是很厉害。来，轮到我们选枪了，然后买子弹。我也不是很懂，我就在边上默默的看看吧。我还要从这些奇形怪状东西里面选几张靶纸啊，好奇怪呀，他们长得。好，我们东西就选完了，工作人员开始帮我们装设备，然后我们戴上耳罩，戴上眼镜，就是那种化学实验室里面的那种防爆炸的那种眼镜，就进去了。在中间都不可以摘掉耳罩和眼镜哦。进了靶场之后，工作人员开始帮我们检查各种设备。试枪，然后帮我们把纸贴上，然后弄过去，开始跟我们讲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啊。你看这个弹夹啊，它又长又宽啊。你看这个子弹它啊又大又圆啊。你看这样啊，你们来都啊试一试看一看啊，摸一摸感受一下啊。好，开玩笑，人家讲的很专业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。不好不好，再来一个。哎呦再来一个啊。打完了，嘿，好像还可以哈。好的，接下来搞清楚以后，就要来自己试一试了。哎，这个真的好难摁啊，可能是我劲儿太小了吧。让我来试一试另外一把枪，听说这个枪劲儿会更大一些，这道题如何呢？劲儿大不大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弹夹是更难摁了，我是很清楚的。哎，哦，这不是推的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劲儿也太大了。不好，可以，好多了，再来一次。好的，手枪的子弹已经被我们打完了，接下来要开始玩步枪了。同样的，还是工作人员开始检查设备。啊，你看这个弹夹它怎么弄啊？这样，哎，拉一下，哎，嘣，哎，没有了，人家讲得很专业了。你要想知道具体怎么弄，就去靶场感受一下哦。好的，让我来试一试。有点紧张，这真的好沉啊，这个枪都有点端不动。哎，看哪，哦，看这里，好的。哇，隔壁直接打出了个爱心形状出来，我太过分了，花式虐狗呀，我的妈呀，太过分了。终于打完了，我挑了一张我觉得弹得不错的靶纸，然后带走。今天的打靶活动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想看更多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哦。